又和他偶遇了。每天坐这班地铁的时候都能见到他，真的是很有缘分。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注意到我们。他从上车就睡到现在，站着也能睡着，真的是很累了，一定是很累吧。不知道该不该去找他要个微信，已经过去五六个站了，他会不会坐过站了？嗯，不会要靠我肩膀上了吧？又到站了，谢姐，你看你是要在这站下吗？我看你已经睡了好几个站了。哎，没事没事。今天已经坐了一天的14号线了，然后还是没能和他相遇，可能没有缘分了吧。一会儿再坐一趟试试。我坐到地铁都没人了，还是没能遇见他。一会儿再坐一站吧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只能下次了。哎，你好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前天在下光路地铁口，我拍的你，你那天快睡着了，我把你拍醒的。没事，那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？微信什么的。说我没带手机。哦，那就算拒绝吗？要不然你把你的手机号给我也可以。行啊，那你记得住吗？我能记住的。好，5153586。对了，学姐，我叫三号，三个杠的三，号是取的号。好，谢谢啊，学姐。